个人。感觉肚子都大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叉子。今天是我们来到西瓜普瑞嘉年华的第二天。今天下午是5:30走那个红地毯，然后3点钟我要下到一楼的化妆室去，化个妆。不知道化妆前，跟化妆后有什么区别？大家等一下可以拭目以待啊。好了，我准备下去。化好了，东宝好帅哈、啊！这个化完妆之后跟昨天完全是两个样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蛮好看，蛮好看，蛮好看。稍息。我们先去领衣服哈、啊。昨天我选择了一套衣服。哎呦，这么帅，你竟然没看到？你看你们过来都没认出来吧？对，没认出来。你化了妆了吗？啊，化了吗？你化了吗？是化了。我感觉你没发现在那边。口红不涂一下？打口红呢？你口红都不打。不行啊，血气方刚，还打不了。是我们仨还是太帅？不用打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楼楼很帅。红林，把你的口红给他打一下。我没打口红。要淡淡的，不能那种红，太红了。没有，现在接着呢，我看一下接着。蛮好看的这个。准备三点钟。没有。先去拿衣服。先拿衣服。现在我们仨也好的。哎呀，小哥。仙女，这是仙女，没有没有，完全不一样啊！对，仙女，这套古装穿的真的是太美了，仙女妹妹，真的差点认不出来了。快句话，听说你的特别好看，对，期待期待，没有，他期待，我先去了啊。哇，好看！我怎么又踩到？天天都踩好看吗？现在还没有去化妆哈。好了吗？好，去化妆去。哎呀！哎呦！自己欣赏起来了啊！先深深欣赏一下。感觉作为一个古代人哈，换衣服确实一个人很麻烦的哈，要有人更衣啊哈，换衣哈。好了，走吧，去。学长，不错哦，很帅哦。来，你就是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化妆去。这是不是哪位侠客？看看看看我们的，这也太帅了！你们好像不在一个年代。重新来。属于什么衣服？这个？人家都不知道，罗罗那个有的说是瑶族，有的说壮族。你摆这个，我们差爷这个衣服属于哪个少数民族的？有谁知道的吗？它古代的，古代的古装，这个是，它是少数民族的。它只是汉服。这应该是苗族拍的。咱们可能要等。帅气，来给哥笑一个。Hello。一个人。我肚子都大了，快点，嘴巴有点淡了。那个图没事啊，人家没有鲜肉，人家二哥就是要这种，他我要洗鲜的，我要拔树尖的，就是这个款吗？你怎么找到了？他怎么没找到啊？他这边你选了五套。那二哥我也不能选了，他是手机先订好五套，然后再来五套就选了。那二哥也是先订好了五套，好不好？哦，没有选的这个。哇，好漂亮！我穿了之后就感觉还可以。哎，熊死二哥了，他就是要这个，要洗鲜的。我们去的早还有，我们去的晚上。叉子，你头发开始搞高一点，让他。这里啊。搞高一点，搞高一点就人显得高一点嘛。你家老公这么帅怎么办？没办法，这么帅就是。我不要看紧，不用看紧。看到了二哥没有的？这是四大才子，人家说的四大才子。没看到啊？人
个柳啊，跟那个小鲜肉一样啊。楼楼才是小鲜肉啊，你看。楼楼没有，杀猪的。没有，人家你山寨王，人家都山寨王，山寨王，不是。楼楼，你说这个是庄主的衣服啊？这套穿在别人身上是苗族的，那穿在我身上是壮族的。壮族的衣服怎么这个下面有个肚兜呢？一个红红肚兜呢？我才发现一个红肚兜了，你要笑死我！这是厨师，壮族的厨子后厨，可以说是三大王，也可以是壮族的。有可能了，就是三葫芦娃，有可能是土葫芦娃的爹，有可能是屠夫，屠夫，葫芦娃，葫芦娃。哎，我这个法师搞乱了，刚刚还定型了，你那个法师不是搞的，我这个三宝他也搞，上面搞的定型啊，对啊，还有行吗？正常点，这个嗯，主持人开始。现在走上红毯的是获得2023西瓜 Play 人气之星罗罗农产品，一位三农博主，目前经营初心园农场，希望让真正绿色的农产品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。大师放心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罗农产品，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欢迎你，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和困难？是什么激励你一直坚持下来？其实我们做农产品还是比较艰难的，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经常在腐败啊，另外做这些养殖种植这一块，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直播还有创作这一块就是同步进行，所以就比专业做制作内容更加累，很辛苦，但是内容也更加的真实，更加的贴近生活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更爱。欢迎你，再次欢迎你，请去到这边打卡拍照。上红毯的是获得2023西瓜 Play 人气之星叉子闯四海，他是来自湖南郴州的三农创业自媒体，2020年呢开启创作短视频，他用视频记录日常生活，分享平凡生活的闪光点，他靠着真诚正能量的内容，一步一步收获观众的关注和喜爱，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就是他创作的动力，欢迎你。好的，欢迎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主持人好。大家好。好，其实我特别想代表这个很多想要即将踏入创作人行列的朋友问一下，因为现在其实三农题材很受大家的欢迎，对不对？那您对于这个领域当中，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，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和建议可以分享给大家？这个领域的话。做了三年了，不知不觉背后我的老婆一直默默的支持，还要感谢我的师傅海哥梁地球，但我进入这个自媒体这个行业也是我的后盾吧，支持一直到现在没有放弃，真的一路走来不容易，所以还是要有一颗坚持的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要有支持自己的人，这样才能够更久更好的走下去，坚强的后盾。是的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团委处进行拍照。熟知带老挝丈母娘回中国系列广受大家的欢迎，也希望在未来生活越来越好，欢迎您。场和小分旅记，他们相识于校园，都因为一次奇妙的缘分和广大的网友期待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芬。大家好，我是学长。哇，刚刚有在这个学校里面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就我们怎么在学校里就认识不到这种这么情投意合的另外一半？就你们当时是怎么样认识对方？有道理。好，谢谢两位的到来啊，那我们也来到我们的团委处进行拍照。来，拍照，欢迎你们。歌名习记，他是来自江西吉安大渡乡下的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心地善良的他因为接受了一次陌生人的蹭饭，结交了一场深厚的情谊，从而得到了陌生人的帮助，并踏上了逆袭之路，让我们欢迎他。你好，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爱河逆袭记。
来自江西，天宜山区，我是一个狗蜜。哎，但是我特别好奇，就想听一下您这个逆袭之路啊，究竟是哪些方面发生了逆袭？逆袭就是你自己去找，就是我家里以前我在是湖北的，所以说这里是第一要感谢官方平台，给我老师给我这位机会，然后第二要感谢我师父，没有我师父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所以说非常的感谢。常怀感恩之心，也要感谢自己，是因为正是自己的这一份淳朴善良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你并喜欢你，也期待你后面的作品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份荣誉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是属于每一个支持我的家人们的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您再次来到到这边打卡拍照，欢迎，有请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做师傅，做师傅，一路长虹。就这样，人来人往，听生活处处响亮，生活处处响亮。就